格斯拉在中国的名气也很好，认可度也很高，就不用再赘述了，是一个自由搏击式的完全体选手啊。对，那崔建辉啊，这个11岁开始学习散打，是一个反架的选手啊，后手拳是比较好的，身高比较有优势。不过这个在心理素质上，我们是有待考验的一个选手啊。2012年才开始转型自由搏击，所以并不是练习自由搏击这个项目很长时间。对，而且两位选手其实在这个年龄上差距是非常大。勒德斯拉成名1934，但是这个岁数并不能代表勒德斯拉的这个水平会下降。好，武高扫开路。明显崔建辉这儿比勒德斯拉要高很多啊，在身高上是有优势。勒德斯拉从报价上来说还是态势出胜，很干净啊。带摔是不被允许的，在我们的规则。这个不过这种老油子一般这个他会做一些灰色规则的。崔建辉这个后手啊打得很准啊，从两手中间就穿过去，直接打到对方面门啊。当然这个压点压的没那么准。勒德斯拉是一定知道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的，但是 他就是要做，他会做一些这个规则的灰色区域。是哦，你看踢前腿的支撑。天哪，这个低扫。勒德斯拉这个选手确实是老将啊，几百场比赛的经验，场上非常熟悉。哎，等一下打到后面，他这个手就会越放越低。融合了这个泰式和美式泰拳的这个精髓在他身上。勒德斯拉这个摇闪真的，我觉得还是保持了非常高的水准。加德农的冠军都是非常强悍的，而且是跨级别的冠军啊。这个雨量超级轻量都是他的。勒德斯拉的低位打佛顶膝，确实是，而且呢，从他有很多场比赛是连胜，哎，100多场比赛连胜。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能阻止勒德斯拉进步的脚步，好像对，连胜，当然这对低扫，这个硬度，接着扫踢是。勒德斯拉这种老将就给我们感觉真的是看到了当年亚桑克莱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就出一下，这一下我一定会打到你，而且我要的效果一定能做到，我这一下我就要你命。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你看这个更像的是什么，更像是当年的兰桑昆。兰桑昆在当年刚刚来中国比赛的时候，来英雄城比赛的时候也是这种打法，软软的。时间不久，蓝桑坤已经变了。蓝桑坤现在训练的确没有那么勤奋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这个绳边战术啊，一些老式的泰选手对于绳边的依赖啊，他有时候这样的还能消耗，还能跟自己体力的消耗比较大。还利用这个围绳做一些技术动作，比如反弹啊，然后利用你对手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勒德斯拉现在废动作很少，对，可以很准确。你可以看得出来，勒德斯拉这个信心，他的信心的指数。崔建辉是盛华的选手，那个赛前啊，我们的今天点击率最高的老师康恩啊，说这个崔建辉可能会在面对挫折的时候，这个心理素质会是一个重大的大关。他不担心他的技术问题，就有的选手就是这样，如果锐气被错掉了，勒德斯拉现在就在错他锐气，并没有给他做太多的重击，是，但是错掉了以后，哎，没错，你不敢出了以后，我才开始打我的节奏。第一回合的比赛结束，那第一回合我们明显看到勒德斯拉确实在经验上，在技术上，还是有优势啊，确实不是白来的。当然这个连胜在中国选手里不算什么，中国很多选手都能够连续胜利。哇，你看、这个、随便挑对手就行了嘛。你看这个低扫，确实很准确，刚刚他的位置，而且对方的重心刚刚是压到前腿的时候，他一个低扫就过去，打得很准确。这一下你看位置，哎，对，一下扫倒，包括这一下啊，对，你看这个机会抓的。这个实际上刚才的那一腿对选手的伤害是很大，他踢的是膝关节的十字韧带啊，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这都是老油子才会用的技术，包括刚刚那个在围绳的时候那个堵截，哎，对，那个堵截其实并没有发力，对，他只是觉得哎，这一接触对方已经进不来之后，他已经很有数了，就力量不需要发出去。是，我们接下来要看两个人第二回合的较量啊，看崔建辉这边做出一点有效的调整。观众朋友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可以关注这个英雄传说的微信微博啊，也可以跟我们在百度三大八进行互动。好，现在是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低头啊，这个泰式选手的这个后闪啊，我觉得是这个摇闪艺术的所在。对，因为其实后闪是很多拳击选手所尽量避免的，因为你重心全在后面。但是泰式选手更多是因为他被这个高扫给训练出来了。没错，这个后闪的动作柔韧性和反弹的力量很好。是。勒斯达现在又是背靠绳边，基本上不靠什么力。这个老拳手打新拳手啊，当年穆罕默德阿里和富尔曼也是这样，就一脚正蹬。我们看现在勒德斯拉这个很泄的这个样子啊，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从下午3点我们看到勒德斯拉就开始热身，已经在我们的酒店开始进行机影和对练的练习，一直到我们比赛上场之前，勒德斯拉都没有停过。现在的他的松弛是在场下几个小时的紧张所换来的。这确实是非常职业的一位选手的表现啊！裁判这个笑脸杀手啊，在比赛当中一直是有一个笑脸。对，而且勒德斯拉的感觉给人一直很客气，你知道吗？对，就是选手当强大到一定程度，他已经不需要再用外泄的气场来压迫了。对，崔建辉打勒德斯拉，不能这么。比较干的来打，要多一些虚晃是套招，不要每一下都打实的，这样每一下都打实的重心呢，因为会压得比较实，当你重心压得比较实的时候，移动就会有问题，这样反而会被勒德斯拉这种灵活的善找机会的选手给抓住。陈小辉的动作还是这个轨迹比较明显，前后手低扫这样的一个点教科书式的进攻呢，是不太容易打到这个选手。当然了，这也是看对手，我估计打一般的选手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勒德斯拉这种摇闪都打空了。这个双膝、双跳膝，对，不能连续的对用这个膝击来进攻。没错，崔建辉有一点急躁了，我们看已经有一点这个心态，一定要稳住。我们看勒德斯拉的发力动作很松弛，用松弛像甩鞭子一样把这个腿给送出去。这个低位的摇臂的进攻啊，就好像我这拳就在那儿。其实击中了勒德斯拉几下，你看勒德斯拉这种经验，在整个的身体意识上没有感受出来，舍身踢。孙建辉已经，其实在这个时候做舍身踢的很多选手啊，并不是他的战术意图，实际上这个时候暴露出一个心理问题，他已经害怕不敢，因为他知道他做了几个动作之后，勒德斯拉要进攻，所以当做舍身踢的时候，裁判会介入，那么就动作要重新开始，这时候暴露了一个心理问题。后手塞到了，我们看勒德斯拉在重拳以后是没有常规的那种身体反应，其实他并不是没有问题，那当然，他是给对方的一个感觉是没有问题，对，这就是老拳手的一些特色啊，他会让你在心里边永远摸不到底。勒德斯拉这个第二回两个回合打完之后，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松弛，还是很松弛，很松，好像你给我一点压力都没有。没错，我现在毫无压力。然后刚刚你看这个比赛一结束啊，原地还蹦了两下，我就在你面前蹦了。事实上，勒德斯拉受到对方的那几个重击，不可能没有身体反应。我看这个摇臂啊，然后坐进来。这一拳还是打到了，这一拳还是有打到，包括勒德斯拉是在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里边，这个身手比较干净，这个出坏招比较少，对，脏的这些招很少用。其实泰拳选手好多都是会在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我多拍你一戏啊，我多给你一拳啊，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崔建辉在刚刚第二回的比赛之中还是有这个击中对手的表现啊，但是这个击中的这个力度实在是其实力度是有的，勒德斯拉是没有显示出来，我下边哭我在台上也不会显示出来我有问题。对，我们看崔建辉是这种一直我们观众对他了解，就是他很擅长打重击，而且他刚才那几拳真的是重击。对，但是当然有可能对勒德斯拉来说这不算什么。再就是勒德斯拉，你看我们注意他那个埋头，这个埋的这个深度啊，对于头部的打击相对来说的缓冲力会更好一些。打的基本上都是脑门的那个位置，是人身体上最硬的部分。对，只有打下巴，把夹角打开，人的脑袋才会极烈的震荡，才可能会倒。
我们看到在缠抱的时候啊，这个勒德斯拉很稳健，即便是缠抱，如果动作不是特别准确，我也不做动作。嗯，因为我知道我只有一下吸的机会。嗯，我要就要这一下子清晰。他而且知道这崔建辉没有吸，我们看到现在崔建辉的吸很少。看，崔建辉不太擅长打超近距离的进攻。但是勒德斯拉只要你一抱我，我这吸肯定就上来。对。一直在说就是集美式和泰式泰拳的大成，美式泰拳是从最早五几年的空手道的推广，嗯，到后面泰拳的推广融合起来的一种进攻方式。哦，对，因为这个美国式的泰拳呢，相对来说它比较自由，哎，没错，就像美国人一样，我们看到美国更多穿牛仔裤啊、穿运动鞋这种比较松弛的这种比较随意这种泰拳，对，在勒德斯拉身上很明显。走。这个勒德斯拉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整个身体的松弛。这个勒德斯拉这个表情啊，这个笑的表情就一直凝固在脸上吗？也不变吗？好像是这个长就这样似的。你看现在勒德斯拉的手开始往那个腰间放了，是开始往下，对，往下搭了。对，对方这意思我不是很看得起你，对，对我缺什么意思？你看这个摇闪，全靠摇闪啊！哇！我天哪！这种绳边战，这种摇闪其实很危险，因为自己往后已经没有退路了，对，自己的后背紧紧贴在这个围绳上了，这有点自己要陷的意思。对，这确实有点阿里的这个劲头了。你得对自己多自信才敢玩这一动作。哇！纯靠崔建辉这个选手啊，真也是一个实在型了，很实在的选手。心理失衡了，到目前。这个其实崔建辉这个时候你打高密度进攻的话，对勒德斯拉是你的机会，因为对对对，两个手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对，就算他能躲开，你要拼密度拼概率的，如果他能90%躲开，那你出十拳总能中一拳。对，哎，又是舍身踢，这个舍身踢有效性几乎是没有的，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每个回合都有一个舍身踢，又来又来。在我们的比赛里面，如果对方一直在做很漂亮的摇闪，对，在判分里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选手不要这个时候不要被对方哎我打不着你，然后你可能就会胜。不是的，只要一个选手在主动进攻，另一个没有什么有效打击，还是主动进攻这个选手是有优势的。嗯，好了，这个第三回合我觉得两个人有一点秀一下技术，对，有点秀技术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啊。在进入第三回合的时候呢，勒德斯拉确实打得就更加松弛了。对，似乎没想再要怎么样，觉得自己是拿下了前两回合，比较明显。不过我们也能看到，来，确实是一个老油子选手的一个素质。这是刚刚靠在身边，你看，对，你看，当年阿里的那个经典之战的感觉，我全靠躲。在另外一个躲之后，阿里是撤出来，然后打了一个一二连击，福尔曼就倒地了。对。斯拉还自己打自己两下啊！30多岁的选手，我们看他的保养，整个的身体解析度还进行着非常非常规范的训练，才能做成这样的身体解析度。那三个回合全部结束，我们要依靠裁判的判罚来分辨出这场比赛的胜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裁判的判罚究竟是怎样的。英雄传说，2016亚洲巅峰揭幕战。本场比赛结果：红方28，比蓝方30。二号裁判员：红方29，比蓝方29，平局。三号裁判员：红方27，比蓝方30。蓝方获胜。有请尊敬的英雄传说。